忙碌速好健康诊所，你好，我是护理长阿杰仁。讲到口腔的保健，不是只有牙齿的问题，你可能也会有口干、口臭以及嘴巴破。这些问题除了造成你生活上的不适之外，它也可能是严重疾病的前兆。那牙菌斑附着在牙齿上面，你刷牙又没有把它刷掉，只要在21天的时间，你就会变成牙龈炎。是，经常会想要去针灸吗？如果跟周医师的洗那种，就是传统的，我宁愿去洗牙。都是晚上8点，锁定马路鼠好健康诊所，我们一起跟你有一个美丽又自信的笑容。